啦，这个不是很棒吗？归于亲子洞，就是最少380啊，那还不错啊，至少看起来就是海鲜嘛。对啊，至少看起来都没人啊，还看起来都海鲜吃每一间，可以观察个几个月，哎，都没人，那就不用吃了。你说它的鱼都是一样的，都同一只哦，切一个月还是同一只，还在那一只还没切完，这么酷。